早，又是新的一天。今天我要先去做核酸，然后去南山。去完南山，去什么大小洞天？去完大小洞天就回来。然后明天打算去夜梦长廊，如果 OK 的话，去一下鹿回头。对，今天就是我的安排。Let's go。还有就是我十点要开会。这也不是会，是前波的求婚大作战。Let's go。我上公交车了，我要坐47站。Oh my god！ 不，你有空调，感觉很不错。我坐错方向了，我就只能再倒回去，所以我还在原点，我就很崩溃。没事，就是坐一下。而且三亚的公交车，你要上车下车都要刷码。半小时了，我还在我宾馆附近，因为我坐错方向了。就是大家在看公交车一定要看好，就是哪怕有一辆公交车的方向它可能往这儿，但是剩余两辆其他的方向它可能往那儿，所以就很崩溃。就是你这个站台它肯定有很多辆公交车，然后我要去的地方能够坐55、30和25，55的方向我查看了是正确的，就是往那走，但是其他两个方向两辆车都错了，然后我上了其他两辆，这就很崩溃。我刚在 KFC 民主广场附近的 KFC 录制完了给前波的求婚视频，我现在抓紧去南山，因为我那个票有效，8点到1点才能进。到南山景区了，刚下公交车，天，刚刚坐了一个半小时公交车。我刚在公交车站等车的时候，从市区往这来，然后有个人骑那种出租车，出租的摩托车来问我。去哪儿？一个人。我说去南山，他说好，你去那么远，然后他就走了，因为他不想带我，他只想弄那种短车。啊，我进来了，然后去前方200米坐那个游览车，观光还是办一趟？这是个问题。在这儿要取票，网上买票也要取票，然后往上走。拿身份证取票就行。妈呀，我还以为这是什么，这不完全火车的招牌。中，请不要站立走路，我将身体伸出身外。我要吃饭。包括的。观音岛，去了观音岛，看了南山观音像，然后我们去下一个店。我回到大东海码头了，大东海附近哦。我其实左转，随后右转。
就是我在南山那边有一个南山寺的景点，我坐反了方向的游览车，他直接把我带到了终点博尔法门那里，所以导致南山寺我就没有去。哎，没办法，就是生活总是充满了遗憾的美好，但是我也很累了，而且我回到这个点儿已经4:30左右了。我回来的时候正好有辆车他要出发，然后就要倒车就回来了。所以就还好，今天的南山之行算什么了，算 over 圆满结束。超累了，以后一定要自包车，然后也不要坐公交，真的超累的。哔哔，这个黄的，然后10块一个，在景区要卖20，那个绿的在景区要卖15。有股酸酸的味道，不是特别的好喝，还不如在海口买了5块钱的绿叶子呢。这个地面有一点脏脏，然后我要去海边。哇哦，好多人。刚有人在路边问我要不要买房，在海南买房。